香港嫩模梁晶晶 Bonnie 与师姐徐颖出席公开活动。由于梁晶晶在下个月有写真集推出，最佳努力争取曝光机会，更自曝与台湾星际万人迷柯震东私底下是好朋友，慢慢的发展当中，只是还没到情侣阶段。也不算是，就是大家的互动，因为他有找我啊，就是我们会 APP 啊什么，对，就是很好的朋友啊，就是会聊天啊，然后我每次去台湾也会找他们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的人啊，对我也不错，就是蛮照顾我的。梁晶晶自曝与柯震东关系密切，立即便晋升为柯震东和萧亚轩之间的小三。梁晶晶表示，至今仍不知道柯震东和萧亚轩曾经在一起过，又表示柯震东跟自己一起的时候没有提及自己的感情生活，更扬言要在活动结束当天晚上亲自打电话向柯震东求证。梁晶晶又自曝每天晚上都与柯震东聊电话，内容主要是对方的生活和工作，同时也会互相关心。对啊，晚上就睡不着，就会聊天，然后去台湾的时候也会晚上就出来啊。其实我很喜欢台湾的男生。是吗？如果我交男朋友，我会选台湾的男生。风行娱乐香港报道。